你好，我是汪汪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原宿排名第八，孤城杨巨祥的队伍，原宿 SP 朱俊举手。他建议一定要一模一样的战法才能打出效果。这队什么都能打，因为是全制队，藤甲也可以打。只有两个缺点：一，遇到国家洞察主将会变成五五开；二，输系统。赢太多的时候，系统会为了平衡故意让你输，让元素前两回合都没有被控，也放不出招式。加点元素全制满红点歇速度统帅 ，SP 朱俊全制满红加小量统举兽全制，